然后好的，今天是我们第一次的海外之旅，节目第一次啊，大家早班飞机准备要去 Okinawa。为什么第一次会选来 Okinawa 呢？我们真的太想去了，对，想去到什么程度？我的朋友以为妙妙的娘家在冲绳，去冲绳好像可以比较多建议给大家，因为我们去太多次了，给一个基本的指南，就是我们去冲绳的话，我们的行程会这样排，噔噔，我们会把地图切成这样一个十字，然后就分四个区域，然后通常去个四天左右。这次我们的行程会比较赶，因为我们的飞机被改时间了。然后我们已经去到，现在是每次去的话就是找个主题。我跟妹妹要结婚照就是对冲绳自助拍。对，这次顺便可以告诉大家哪边好拍。然后我们呢，这次也会有一些特别的计划，就我们要去体验婚礼。哇，羡慕啊！对，然后要分割。我们就是三个看吃过的三个。臭皮匠，剩出一个诸葛亮。其实我们这次去还有一个目的，然后现在喵喵不知道，就是我们第二天的时候要跟喵喵求婚。你认真哦？求婚求完之后，第三天马不停蹄，马上婚礼。可是我们讲亲爱的求婚观众是不是就知道了？我们就是上了一个频道，怎么没有掩饰啊？没有掩饰、啊，没有在遮掩的。我们现在已经到冲绳啦，然后我们现在要去租车。那我们租车是在这个台北赖的网站，它是比价网站啊。然后有一件事情要讲，今天我们这个节目要特别感谢 Sosha VPN 现在订阅享有1.7折哦，再加3个月免费试用期，Tabby Live 我是直接去日本的网页，日文的网站比较便宜，然后有一些地方呢，它其实就是看 IP， 就不是每个都是看语言。然后如果你这个时候用需要用 VPN 的话，你就可以用 Sosha VPN。我反正已经来国外了嘛，所以我已经去订购了 Sosha VPN。等一下我们来测试。你看我们现在在日本打 YouTube， 它的广告就是日文跟区域嘛，有一些譬如说球赛转播，它是限定哪些国家可以看。广告。所以吧，サブスクビジネスを始めたいんだけど。然后打开 Sosha， 然后现在连到台湾。好，我们先看 Disney Plus。嗯，怎么没有提示？对吧？啊，内容分级因为国家不一样，我们就跳过去了。繁中了。就举一个比例啊，因为这个最快啦。对，就是根据你 IG 不同推送不同。推送不同广告。啊、假设你有 VPN 需求的话，用 Sosha 是一个很好的。我们这一段应该会蛮突兀的，因为我可能会把它剪在前面。啊、因为我们现在很无聊啊，那你们可以继续那个看我们去吃很好吃的寿吧。哎呀、啊，那超好吃的啊，你们继续看下去啊。为什么日本是右下角？是右撇子的话，你的武士刀会佩戴在哪一边？左手边。逛街互动的时候。啊。这样就还好。这样就好。但如果我们今天是靠右手边走，刀子互动就决斗了。就决斗了。我今天就出动游戏王卡。是真的还是假的？原来是这样。他们在明治维新的时候引用英国法。相信好像在地岛的。不是在地起步的，看不出来吗？不是在地人吗？嗯吗？媳妇啊，嫁过来了。我们现在要出发，然后我们今天的旅程呢，因为我们被压缩了，所以我们今天就是直接从南部接到东部去。我们今天租这台车，原本完整四天的费用应该是台币大概6500块左右，所以其实蛮便宜的。那你们回逛我家。好，我们今天要来吃第一餐，就是冲绳名产。冲绳有三大美食：拉面，然后寿司，不是牛排。这个旅程三大美食都吃到，那我们今天先来吃一家 Okinawa Soba。一般 Soba 是荞麦面，然后 Okinawa Soba 不一样，它有点像控麻米，讲很台湾味啊，我觉得。Table 坐一下吧。你来的时候如果有这个选项，榻榻米跟 Table， 我是绝对选 Table。这也是另外一家 Soba。然后旁边就给阿北就，哦，阿彩阿北来，我卡了哇一下。来很多次嘛，所以我们吃过很多家，可以吃过手里寿吧、真必茶醋、鹤小，有业配说我们送礼物，这三集都会送。我现在不知道送什么，晚上去购物的时候看会买什么东西送给大家。我觉得我们这是一个 set 的，嗨，这是一个 set， 小孩子 set 南部寿吧，迪卡米，然后这是小朋友套餐，有炊饭，哎，好柴鱼哦，这家汤不一样哎，苦的排骨啊，排骨啦，今天是排骨面哦，我觉得好吃哎，这家好像是我吃过的寿司比较好吃的一家，我只是夹起来它骨头就掉了。它卤超好的，它卤超好。猪脚是我们台湾人骄傲，咱台中嘛做侪呢。这个技能去输给日本人。其实这些有名的店都会有不同的特色点，去吃一家公里寿吧，那整个家庭餐厅，它除了卖面之外，它有卖奶油吐司，这家很好吃哎。
汤面也蛮入味的，好妙。它其实味道蛮重，肉很好吃，味道蛮重的。哇，这种其实猪脚面算蛮便宜的，因为它两个猪蹄耶，870。不到200块哎，那我要吃一下豆花好不好？焦香豆花真的，好焦哦。除非你跟妹妹一样不吃肉啦，不然推荐你点南部手吧。而且他其实肉都给好大方。嗯，我觉得这会不会是他红的原因？我们这一餐没有1000块，很大，好划。哎，这样五个人825台币耶。好滑哦！我真的是拍到现在小天宇淘几半自己吃一碗东西，要把它吃光光。哦，真的哦，我是他妈，我都要哭了。感动，哭了，哭了，哭了。哦哦哦哦哦！我觉得应该是很帅的。我手。我觉得如果你是第一次来冲绳，你没有去那些景观餐厅的话，这家是值得来的。我觉得蛮不错的，真的很好吃，是每次来都会吃，吃不同家。我现在我也觉得这家是最好吃。下一个地方了。我们现在来到奥武岛啊，这边有一家很有名的天妇罗叫中本天妇罗，但他今天休息，那我们还要找另外一家大成天妇罗。我们那时候拍照啊，我来奥武岛的观音堂拍啊，奥武岛就出了名，猫咪很多。猫岛。六 days 六 days。哎，阿列多伊 ，Thank you， 阿强，阿列多伊猫。在干嘛、啊？跑掉，被吓跑了啦，做一些无用功啊。OK， 那我扣了。偷看。哎、欸，真的不太一样哎、欸！你到底不太一样？为什么？可乐糖哎、欸！哦，真的啊！哦，超凤梨这个好喝，台凤罐头里面的汤汁，对对，台凤罐头里面的糖水，好喝的，对，整罐的糖水，我喝，我们吗？香槟，我再喝看看。好了，别蟹肉棒跳多少滴眼？我笑，你还说什么？点两只，他均匀价100。这个太多了，便宜，就你家一包这边1600，20块耶，一根22块。你说你想什么东西？蟹肉棒，好脆哦，就加一整只都是你一碗饼干哦。比如说从成熟物价怎么跟我印象中不太一样？没有，是因为我们长大了。哦，原来是消费力变强了。以前来的时候，那汇率计算那个都打开着。其实我们每次都出去外面那一间，第一间中岛。那你觉得中岛跟这间味道不一样？我觉得有不一样。不一样，完全不一样。我觉得中岛比较好吃。我也觉得中岛比较好吃，对。但是这个也不错。我觉得它的副食东西超便宜的。出来了。出来。有没有要？不是，是我在讲他啊。算了，一言难尽了，我不知道怎么讲，到底是真假的。你们如果要点这红薯哈，能吃电波，能电波get不到吗？很准，直接接黑。啊，通常就是这样啊，有接黑那些就那些喜欢的人会很喜欢。我想吃鱼哎，我觉得鱼才是重点嘛。鱼没了吗？我还没捡到。鱼美人，鱼肉也很大块。这家完全就是 CP 值啊，我喜欢。它真的东西多，但是你要说好吃，它没有特别。那段经验呢？那你出国会滤镜，台湾的协助机票便宜很多。嗯，真的。大成天妇罗建议大家现场即可，就不要像小妙这样子。对他的感情不要用得太深。毛起来甜。对，我们没有吃光哎，刚刚是失心疯了。他就是图文不符了，我以为他是小的，结果他是大的。也没有图文不符了，不是这样子。太过实在了，太过实在了。啊，好期望。我想去检查有放屁了，毫无保留的选的。你有什么意见？你怎么不跟嘉欣走的话？太脏了，不要。Hello， 这里就是一个漂亮的海景，思念峡。然后我们那时候没有来这里拍，但是有一年我们来这里的时候，下面有人在拍婚纱。哦，对，它其实就是一个很大的绿公园。所以你们是第一次来吗？我们之前就来过人家拍婚纱。阿伯，那你挂了，然后去婚纱。啊，忘记了。我是通灵啊，谁啊？你阿伯在听哦。怎么给他蒙啊？怎么给他蒙啦？好啦，好玩吗？这里吗？漂亮。就是一个拍照，对，打卡点。所以我要下去爱心那边，是那个公园本身就是一个爱心。啊，好漂亮哦！那我们来拍照。清澈哎，这个海是不是有颜色？嗯，有一个颜色。哎，阴阳海，对，晚上的时候就会变成阴阳海。没关系，我现在讲什么他们都听不懂。你换鞋子哦。他坐车的时候去换的。你都没有关心我。我除了没关心你，我还没关心大家的。你算是对每个人都很好了。对啊，人人平等。好啦，这是一个，哎呦，玛丽莲梦露。群体风光。你有没有穿那个内裤啊？有啦，有没有穿内裤？等一下，没有穿内裤还得了？我为了不让人家看到我内裤，我就不穿了。因为内裤夹在联络。下一站。Go。
肉。等下我跟你讲，我们来这个绝对在地，在地到不行，完全没有任何观光客。然后为什么要来这家店？因为有一个外国人拼写说，他来冲绳了5年还几年。他说他吃过最好吃的面包店是这家，然后他评价也很好，在地的评价很多，然后很多网友都说什么他来冲绳住多久，什么不小心逛来这里，然后说这家面包哇，好香哦，漂亮哦，我受不了，很好看嘞。すみません、おつづめは。なんです。一番人気カレーパンなんですよ。カレーパン。うなぎの。大丈夫。大丈夫。对对对，这几个都不错，都很有人，很有蛮多人买的。感觉就很好吃，感觉真的很好吃。它表皮是糖糖哎，我觉得好吃哎。日本的面包真的是很厉害，它都有奶香，我觉得好厉害哦。刚有烤烤烤声，它是一片糖脆，它不是酥哎。我要全包回家给我妈吃。我们昨天会顺路吗？昨天来买，它的奶油好好吃哦。然后卡士达好好吃哦，哎，那不是我们夸张哎，卡士达完全不一样哎，很好吃，就很像融掉牛奶糖哎，牛奶糖味道很重。我就觉得它的一般面包。那我们比较日式面包好吃，菠萝跟奶油都很好吃。对啊。好，那边上菜吗？ありがとう。拜拜。这家真的是，我觉得如果你来东部玩的话，真的可以来。对。这面包好吃。推。它不是到真的很夸张，什么什么超级美味，但是它是真的很不一样。大脆菠萝跟然后卡士达，很特别。各种精致感，菠萝卡士达跟没有吃到的那个咖喱，一定很期待。没错，不会贵，1000块啊，日币啊，所以两百块，五个才200块，差不多了。五个200，差不多，我觉得跟台湾面包差不多价钱，对，差不多。对啊，我们现在来这里，你看它的外表真的是有够平包级，我们刚才错过绕了一大圈，然后听说来这边吃它的布丁很好吃，我们来吃看看。最近大家就请，我们要特别感谢。收下 VPN， 得到一个网络安全大奖金赏的原因是什么？一个账号可以多个无限个设备使用，设备使用，还有24小时的客服，24小时的客服，决定 VPN 安全协定协会的创始会员，很棒啊！又有赞助 VPN 安全的一些学术研究，对，如果你在台湾，但你不想让人家知道你的 IP， 你也可以接上 VPN 在台湾。然后你也可以躲过一些 IP 的追踪，就以前打井三一井的概念。对对对对。那谁会追踪我们？有些人可能他会非常注重隐私啊。当你家里有色情守门员，但是你又不好意思跟妈妈讲说你已经长大了的时候，我们有一次下面有网友留言，对啊，他说他不好意思跟妈妈讲，于是他就去挂收下 VPN。嗯，怎么没有电？该不会只做宅配了吧？扑了一个空啊！还是假的啊？不错啊，这个景点就是搬 VPN 打广告。老板好像不在啊，敲一下门好像没有人啊。下站，出发。直接去那边买幸福卡好了，它可以祝福顺产。哦。这是乐乐吗？对啊，因为乐乐比较深的，所以我们可以帮他祈福顺产。好，我们今天来这边的目的就是听说他就是可以祈福顺产，所以我们来帮乐乐做个祈福。它里面是一个石头，神石啊。希望乐乐顺利生宝宝。我们都变阿姨了，红包都过年都要给了。没错。好啊，要还有看到台湾人，其他台湾人写的那个祈福的卡片。任务解锁，下一站。Go！ 现在来这个地方，一男神一女神两个神创造这个世界，琉球的传说。然后这个就是那个女神的墓，应该是女神吧。阿摩美酒之墓，反正因为现在在下雨，我们就没有过去了，然后我们就下来拍个照。这个岛是传说中琉球人单身的地方，所以刚刚讲那个是一个是木马，对，然后这个是他们居住的地方。然后108街走上去之后，就会看到那个可以膜拜的地方，然后跟那个泡赖那个石头有点类似，因为他是创世神嘛，所以他也可以祈求求子，然后顺产、婚姻跟感情都可以。就这个108街上去就是了，对。这种雨就是一种考验啊，考验我们的耐心吗？如果你连这个都没办法上去的话，你的感情怎么会想要幸福？不是这个街，我突然有点不怎么想要幸福了，这感觉要是鬼杀队哎，鬼杀队也有一点呢，他们是在这边祈祷，有想要进去摸那块石头的话，你可以跟那个区公所借钥匙，那你可以自己把它打开进去参拜，再把钥匙还他们。其实还蛮漂亮的。对啊。没有想象中累了，这边很仙是真的，来，好纯的仙气啊！
我是不敢这样开玩笑了。借钥匙啊？听说里面很暗呢、啊。要里面有块钟乳石、萤石，是可以给你宝宝的零食。这个地方比较少游客了。这叫什么地方？真的是在地。没有，算是你真的是要来五六趟，总算想到来远一点的地方。因为通常你第一趟就会去首里城。哦，对，通常第一次来的话会去首里城、玉泉洞、洞穴咖啡那些。然后还有对海参馆，就是比较大的店，通常会这样排。晴天呐、啊。对，然后停啦，我们决定还是来这个阿嬷九美之木看看。一只鸭子确诊之后，拆一个蔬菜，南瓜。没办法刮。日本人确诊之后会变什么？日本人还是日本人吧。对。这是这个吗？改图纪念碑，超干净。对呀、啊，雪橇文化，马蒂夫哦，这是马蒂夫。好美哦，这是好特别的地方哦，这是一个项目的地方哎。要给波回起来，而且它是沿着石洞盖的。我们在那个。他是先盖好那个碑，然后那个石头扔在那里。不晓得要改组这个好奇妙哦，其实是一个也不错的景点。瞬间肃然起敬的肃然起敬，我是不敢在这里开这种玩笑啦。来这几个地方的时候，因为是琉球人当地很悠久的神话传说跟圣地，所以尽量不要太嬉闹喧哗。哦，对不起啊。对啊，海水好蓝哦，哦，真的好漂亮哦。哦，你看画面。我说这边真的蛮好拍的。好的，现在我们人在购物行程 DFS。那我们刚刚本来要去吃烤鸡，结果售完。售完。今天出了两次包，然后接下来买东西的。DFS 就是它就是机场的免税的店，可是它就是机场可能不够大，他们就自己搬出来做个百货，应该是这样，应该是这样。类似的概念啊，就精品化妆品。对，精品化妆品。那、啊、你也去上完厕所，我也上完厕所啊，两、啊、个人在外面不知道干嘛，啊，不然就来业配一下啦。对 啊，所以我们就无聊到想说来业配一下。来之后、啊，下次如果我们要出国的话，厂商也可以买这个时段啊。对啊，对啊，因为应该都会排这个行程啊。因为我们说日本三大美食，我们现在吃牛排，之前是来吃限名牛排，可是它倒了，很多都关掉了。然后人潮变好少哦，以前那边密密麻麻，人潮少90%。就像台中的逢甲夜市遇到疫情的感觉一样。以前现在8:30根本不可能是这样。平日的关系。没有，以前我们都平日。以前这个像是凌晨3:00。对。以前我们逛到1:00都比现在热闹。妈，没看到。哎、欸，大家不要。想不想要这个？红番薯内裤。哎、欸，这材质蛮舒服的，这是礼物一哦。我跟你讲，我们就是抽一男一女。好。我们等一下再挑一个女生的。你看啊。意外找到章鱼烧先吃。这是章鱼烧，也太好笑了。阿里嘎多。谢谢。这是特殊的酱汁。喜欢吗？喜欢吗？感觉好喝。哦，阿面糊啊。就你要专。对啦、哦，就是这样啦。观众喜欢你。观众就喜欢你这样啦，可你爸可能不会喜欢。你这不要有那种外酥内软的期待。多酱酱，哎、欸，真的好暖，软软有没有？软嫩的，就章鱼烧就要吃这个。你看，还有章鱼很大块。推的。女生的礼物我们还没选呢、欸，我要选那个啊，梅干酒啊，给过吗？章鱼大师，真好吃哎、欸，好吃。我真心觉得我不是滤镜的关系、欸，因为台湾章鱼烧，我真的觉得吃起来大同小异。对，它真的有特，会比较有特色。我开 K， 我那个感谢吗？你好，加这两杯酒才500块台币，好便宜哦、喔，吃光啦。好吃哎、欸，那这里喝就好了、啊，你也不用去居酒屋、啊。哦，就点个小菜。对啦，观众就是喜欢你这样嘛、啊。我已经想好要买什么啦，柑橘酒啊。我们会找这个送给女生啊，柑橘酒。留言。如果我们买不到的话，明天买啊。如果明天买不到的话，就后天买。你们就看看我们这三集总结起来到底要送大家什么。对，反正就三集也都留，反正这三集都会送啊。好，我们现在进来那个这是什么大楼，我也不晓得。牛排，我们一进来就闻到一堆牛排香味，然后我们现在就在这里，这叫12号，我就这家泡了。这是和牛，这是牛舌，牛舌，对啊，这是那个，这牛排其实蛮厚的，这是沙拉，这好划算。出来，你说这个吗？可乐糖浆，这就太深的话让它加的，然后它还可以，它可以配饭，然后放吗？对，放在20几块，牛舌，很有嚼劲，谢谢，纳豆寿司，来啦。其实蛮厚的，我觉得沙拉很划算的，200多块的话，我要挑战纳豆了，妹妹的纳豆寿司，哦，纳豆很猛哎，好
真的吗？我没有吃过纳豆啊。我也没有吃过纳豆。这是我臭脚下的味道。然后一开始要装坚强，是不是？是，其实它不是很臭，它是很好的烟。对，因为有些臭，我觉得沙朗很划算，台币250块价格来看，它可以加价，一百克就是550，啊200克1100，所以你可以点300克、400克这样往上加，所以你如果肉量多的话，可以往上加，吃起来应该蛮爽。这就是美食界的概念。对啊，国际通美食街，小的小商圈。本日的小游戏，去逛一下那个超商，猜一下我们今天总共走了几步。好，你可以得到1000块日币，13562。没有，23562。对，18000。28700。17016步。有今天这样子的成就，我都要感谢我的爸妈。好啦，为什么突然又切到这个画面了？非常的跳跃，因为我们刚刚赶着回来，大家累爆，然后完全忘记要拍球这件事情。我们刚刚去买了很多零食，对不对？这个很恐怖，昆布记得你千万不要买，好难吃。去吃面包，建议大家一定要去吃南部寿吧。哦，对啊，去吃别家没关系啊。路顺最重要。路顺，对啊，来晚就路顺最重要啊。你出国吃东西就是滤镜一定会套上去啊，就东西都会美味加20%啊。对，除了这个。今天我要吃给大家看。我猜选输的吃现在。吃给大家看跑步。哇！跑步。不是啦，啊，你刚刚就说你要吃就好了，你搞那么多干嘛？猜什么全蛋？你先点一点。其实搞不好有人喜欢，不一定啊。好，那我们今天就先这样啦，谢谢收下我们的老朋友。那大家如果有需要 VPN 的话，记得赶快去买起来。现在买的话有17折优惠，还剩3个月。好。